这里还有个大渡口博物馆，不晓得能不能进去，我去看一下。在门口预约一下就可以进去了。预约成功，先左后右，先左面。讲得太久了，那个。哎，讲了唐代的没来。太久了。宋代。这小碗是不是古代碗？对。还有枕头，婴儿枕。枕头能睡啊？不能。啊。那个右面。还是这些都没用的。抗日战争时期，兵工企业论迁重庆，钢铅会在大渡口成立，战时规模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。奇妙的工商和世界。从那个时候讲起之后，就太老梗了吧？啊，那些话术是真的哦。花式啊，哦，花式并不贵，很多地方都找得到。像那种花式，起码有几百块钱，恐怕挣到一个。看得出来点儿噻，红姐，整一半了。四杯鸡，我们都骑个金钥匙的，跳远了点啊，金钥匙。现在金钥匙还存在，可以骑。嗯，现在有了。石林遗址，现在也有，可以骑。帝都古镇了，是不是？你到第二单元。单长期来一度回归，见老姐，那些老姐在哪儿去了？都不见了。老姐不见了，只有马上去古镇。汉阳钢厂、袜子钢厂、上海炼钢厂全部都迁到重庆来了，因为那个时候全部都往遭日本占了。就是那个汉阳。哎。鲁汉沦陷，鲁都是上海嘛？啊，汉都是汉阳。然后汉阳都是全部仓皇入迁。1938年，那个时候哈，日军上攻工厂的两个老家由外族迁。重新建立新工业基地。刚来找到那个吗？1938年3月。半年，是。可以看四分厂、五河、壶口河、燕郊路。欢迎参观大渡口博物馆。今天我要为您讲如何熬石头下滑的这样一个秘籍。一旦重新做，一是要把车山天哪，我不飞。设备搬不走的。是那年儿是写那个大渡工业园正式成立。以前大渡口工业园区那个1956年的。白沙坨。长江大桥嘛，长城的。计算机，那计算机做个啥了？不懂啊。电视机，那些电视机我们不晓得都是那种。我晓得。大频道。啊，差不多。黄金档是什么？我买的是三。别人呢？别人像这样子都高级的。大银牌、中仿牌。茶
八杯。参观完了，还有个节水，博物馆逛完了，我们准备现在去吃蹄花了。博物馆都有意思的，嗯，可能还可以多带其他一些区去逛一下的，哪些的博物馆？应该每个区都有博物馆，虽然小，但是很有层次，一单元、二单元那个样子穿着走。我说他是跟他时间那个样子来介绍的。嗯。